我从一开始就知道你们两个是没有感情的假结婚，而且我也知道，到现在要跟你解约了，所以我请你来是想提醒你，解约过后，一月要回归到自己的生活，请你尊重他的自由，不要去打扰他了。我跟你说啊，你别过来啊，打十五是学过来啊，人家就说打蛇打七寸，我打你七寸是有寸啊，不是，大哥，妹妹。 你怎么来了？我是不是就问你个事儿嘛？你现在有点手腕啊？前两天还不是跟那个小温总暧昧来暧昧去的吗？怎么，换主了？王总，送到这儿就可以了，你先回去吧。啊。哎，不，王总，你别着急走啊。可，是不是我来的不是时候啊？你们继续，你们继续。薇薇。 你不请王总在这儿喝杯茶呢？闭嘴！哎呀，薇薇，你凶我干嘛呀？哥这是在替你把关呢。这一看就是舍得为你花钱的主，比那个万国靠谱多了。你要傍上了，哥也有靠山。这样，今天我还有事，先走了。那就。